透过转盘，还有透过大富翁，透过弹珠台，最后扭蛋，哇，这个都是符合我们孩子现在的在生活上，那个除了电脑之外，一些他的生活休闲娱乐可以结合的，所以孩子是在这活动上不会觉得无聊。有校长做口碑，40分钟的导览时间全无冷场，玩大富翁，打弹珠，也学到了环保知识。孩子们他们从小就有这样子的环保观念，就会甚至带入到家庭里面去，我们的社区就会慢慢的会更好。扭蛋机人人有奖，这堂课也会受用一生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庆堂、简玉荣、林涵佩台北报道。